看双方的先发五人。今天在梦想家的部分呢，是由杰伦、林俊杰、钱肯尼、李德威以及 Hicks。富邦勇士队这边是赖廷恩，连续两场比赛担任先发的控卫，搭配 Singletary、林梦学、林志杰以及赛瑟夫。林梦学也希望能够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。赶快跟 Plus League， 尤其是跟黑哥联络。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个篮球可以越来越好。没错 ，Plus League 队伍越来越多。对，而且明年可能也规划，就是不是只有打六日哦，要变成可能五六日哇都有比赛。如果增加到第五队的话，这个赛程呢也会继续的增加。好，一开始看看，哦，这次林梦学传到底角，但 Singletary 没接好。对，再给杰伦样外线投射没有哇，活动篮板 ，Stephen Hicks 拖进。对。近期的梦想小跑车打出他自己的身价，本土最高的39分，目前他保持了这个长传球，给到前场林梦学接到了，一点点区域联防，小动作之后带一步跳投，杰伦样把握住，我球差一点，对，这边有个一打一的机会。两个杨将的放队，对，杰伦一样，哇，很有信心，因为他前一球已经投进一个急停跳投了，又是个失误，李德威的失误，南洋小跑车，赖廷恩拉杆，杰伦一样不客气，盖他一波，哇，整个摔出去，不过分数被志杰拿到，这是换位防守，李德威在面对林志杰，后弹跳的出手，林志杰为勇士送上遥远祝福，双方的第一记三分球。在上场时间呢，以他37、8岁年纪来说，真的是非常长。因为球队还得也得要靠杨靖。好，没有人看守的四处鹿角也来了一记外线。勇士在暂停过后，然后解决他们失误的问题。李德威蝴蝶位置没有，篮板球杰伦拿到 M1。两分钟这场比赛团队。好，看看哇哦，个人的单打在直播面前拿两分，杰伦一样，李健再做个交叉，对，阿敏从 corner 拉出来，然后后弹跳出手，石博盖到火锅，成功的防守，前面三打二，石博得分，非常积极，开后接球，对。Singletary 对抗出手有，这个是他喜欢的一个打法，所以他不太会去做很多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。嗯哼，哦，迈高了，对，高德夫上来，哦，外围有空档，简伟如，哦，哇哦，这个战术简伟如机会非常好，一样，三二区域，因为里面够大只了，对，不用怕，那主要就是封堵你的外线投射，杰伦一样有了，团队的九投零。这球给到杰伦样，底线林俊杰在这个位置有了。第一节没把握，但第二节这个 wide open 也很大。德威还在寻求近四战的第一个三分球。哦，这边德威应该会大房东有了，回归了第三场比赛，大房东终于得分了。德威顶，很掩护，张东健切进去了。哦，好球，这两分拿到。中间还是阿力得分，看这次如何突破对方的人盯人，梦想小跑车狙击手林俊吉，这节六投三中，是梦想家的三分球命中率，再来一记，陈正杰替补上阵，第一次出手就有，钱肯尼跟德威打单边，钱肯尼快速的切入过了，对，两分犀利的拿到。哦，这边应该会打掉了。对，包夹来了，很快。Singletary 再转弱边，转到大脚，林志杰，志杰切入进算。梦想家落后九分。林正杰中距离的出手，哇，很准哦，非常有自信，替补上来拿了。谢谢。对。快攻来了 ，A1 这边一个 A1 钱肯尼，被干扰了，这是德威的作用。嗯，右边钱肯尼假动作埋起来之后，差点得分，钱肯尼单节七分，哇，自己很正 ，Smart 斯伯恩，小夫赛瑟夫找到大对角，对，右边的机会 ，Singletary 三分球，哎。
做个小小的区域带盯人，是杰伦要的外线有了，哦，现在分数又紧张了。这边球命中率不是假的，这边赛车夫要来一个吗？也有，小夫，你也可以投三分的。小夫听到你的呼唤，切传，你自己在外围，哎，底线的机会。哦 ，single carry 很准的这节，不止罚球。别再撞到了，哦，一场比赛要掉两颗牙齿，可能要写下记录。哇，是啊，哇，陈正杰不得了啊！对啊，哦，在七尺长人面前抢两个篮板不容易啊，给到底线的 Jaren Young for three。哇，德威虽然这球没有进，但两分不要，他要三分。哇，再进去 ，Smart， 哎，哎，好球。这波接球，但你像德威，哦，德威这段时间抓了不少的进攻篮板。再分，林俊杰外线有点低迷哦。今天四投一中不说，他最近的五场比赛三分球只有18%的命中率。哇！陈正杰再带一步之后，再带一步外线，哎呦，力道大 ，Hicks 直接空中搏击，可以没有三分，他还是两分最可爱。对。啊，对方中锋没办法跟上的这个秘密泄露出来，哎，真的是不可以啊！哎，陈正杰，哇，啊，哇塞，哇，主场啊，哦，哇，单节13分啊，陈正杰，前面一场比赛才得3分而已啊，这个场均小差距，哦哟，差一点进，真的相当远的距离，金克谁带过来，剩下5秒钟，上半场要结束，杀了。林俊杰表现不错之后呢，这个组合好像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洋将来对抗勇士。三分球拔起来，有直接进 ，Jaren Young， 太久了，哇，要造成失误，小夫吊球，我会不会再一个接球就起，接球进了，哇，暂停了，一定要暂停了，哇，板凳区相当兴奋的，这是林俊杰跟Jaren Young。会变得比较没有球的流动，对，因为有时候你一个人拿太多球的时间太长，你只要15秒你就被包夹的话，那你传出来有时候不一定是好的机会，球哦，不要让彼此受伤就好了。啊，志杰停在40度角，在外线接到球之后出手攻击，球志杰要跳出来了，野兽 Big Z， 哇塞，这球逆转。德威不知道被谁推的，整个是有带起球队的气势，有这个气势，往往就在一两个这个球权当中就会发生的。钱肯尼的抛投有，哇哦，跳好，这边志杰又有了机会，塞，好，小夫再送到外围 ，single carry， 好球，这个球，再射不助攻，哦，凹塞一应塞二的打法，外对，两队追分啊都很快。Stephen Hicks， 哦，外线进了，对，前段而已。哇，两边现在已经打得这么的精彩。对，林志杰看到禁区的机会给孟爵，欧洲步跨上去，他的迷缝步。先是志杰，看右边是小哈，那你还是看左边好了。哇，志杰这个后撤步，哇，林志杰，哇，再为勇士送上助。这个的志杰整个成长了很多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以前可能他会直接拔了，不管对手有没有上来，可是他现在就是做正确的选择。哇哦 ，Jaren Young 这节也很准啊！对，还是靠强行切入的 Single Terry。球出界，不过这个球想要挑战。哎，目前富邦的篮板优势其实并没有掌握到。哦，林志杰三分，大三分球，再为勇士送遥远祝福。德威切入禁区，插篮有，抓一个时间差，单刀剑回，对，行为如何？难度非常高的正面打板，德威往左边寻找阿敏，阿敏接球，立刻三分外线命中，布伦库塞来了，对，哇，直接一条边啊，哇！杰伦要的球还是弹进没进，史伯恩，再给韦如，这个三分球把握了。阿敏面对 Jet 防守，
拉回来在底线的跳投投进，哇！但投进第一颗球投篮的节奏跟比赛的感觉，哦，节奏很快，对快，对。哦，这边 Singletary 遇到了阿吉，直接撞开，直接投上来。Michael Singletary 28分，陈振杰再送给 Hicks， 再传 ，Jerry Young wide open， 有三分球。哇哇！不过发球没有，不过小布帮他补进。富邦现在也是个守区域，底线掩护之后的林俊吉 ，quarter 三分球，上中线。哦，被对到了。哇哇！陈振杰要守到小布，那真的没办法。篮下的优势，富邦也够耐心，没有犯规。上中线喷射机来，小夫小夫插板进，还有少英。失败的勇士急需这一胜啊！嗯，面对五连胜的梦想家，阿敏切入少英有接手腕，哇哦！阿敏也是虚实之间的这个。杨继敏，阿敏，对方是陈贵的防守，杰伦样把周桂宇给卡掉。对。好，现在梦想家是不是守个区域？林志杰回来了，一开始就吊球，有机会。好，这可能只能给他了。对，他过去快一点，转移很快，四个人都碰到球，第五个人是周桂宇，投进了底角的外线，对自己有信心了。对，外线拔了，对，还赛瑟夫再拨，田伟如抛一个弹进，对，现在。应该在板凳上休息蛮久，很有力。今年最好。哦，林梦璇好球啊！周桂宇助攻，再抢一个篮板，再回给志杰，志杰切入进去一个背后传球，飞上去爆破篮筐，迫降在梦想家禁区。哇！哇！真是迫使富邦可能有些失误，但不能再犯规，双方都五犯。这个垫步很漂亮哎！哦，球！哇！两脚非常有力的张中线，对，先见的时候最重要。哦，就是这样。暂时勇士队还能够是继续靠他自己拼啊，为自己的数据而战。前面有四个人，哇，这个球，哇，地上的球，地上的球是谁？地上的球就是莱昂小跑车啦。哦，对，地上的球年龄身高比较没那么高的人会占一些优势。你看刚刚那个，哇，手真快。对，现在应该梦想家也不会犯规了。好，应该也放弃了，勇士队放弃他们最后一波的进攻。不过这场比赛呢，也的确相当好看，在第四节，就像过去勇士队在连胜时期的第四节一样啊，他们总是能够打好这最重要的一节。对，毕竟身高优势或是球员经验还是站在富邦这边。对。三节拿下了25分，以114-104，10分的差距击败了对手。